夏天里，我们裹着深裹大衣，参加了二位新人，二位新人叫什么？一个叫笑呵呵，一个叫梨窝窝，啊，二位新人的街头婚礼，街头婚礼，由于二位新人那个婚礼预算有限，只有一百块钱，150了是吗？也只有150块钱，谁家婚礼只有150块钱？父母够有心的，其实，父母都没到场，父母也没有到场，哇，在这。只有各位陌生的亲朋好友们在这里为你们祝福，祝福是吧？有新娘，现在抖音上都流行新娘不结不会才艺不敢结婚的，这就是下一位新娘，虽然没有穿婚纱，因为所有的钱都已经用来了婚礼策划上面了，不能穿婚纱。新娘唱着走向了新郎，你需要歌词是吧？这个新娘虽然有才艺，还多了1块钱的人工钱啊，下去接一下。嗯，我你好像唱不了这么高哈，调亮一点，看我们工作人员多么细致入微。跟着往前走，他往前走你就走，你不要引导他。懂的是吧？前婚礼资金有限就够了，还破坏我们的婚礼器材。我们这边还有，你看看，还有摄像的配套服务。对，后期的那个剪辑也交给我们，好不好？你的包包就留在这里吧，要不就是用来削鱼翻一翻，好不好？嫁妆，嫁妆吗？这是嫁妆，全部家当。你们盯着，你们有别有用心的人可以盯一下子了。他的全部家当，笑笑呵呵的全部家当都在那个包里。过年了不容易，大家。刚才有个细节你看到了吗？啊，我往前走，哎，他能站着伸头，他也不往前走，好尴尬呀！我彰显脖子长。我们继续啊。